奇怪了，赛罗为什么会败给托雷基亚？可恶的赛罗，你赶紧把贝利亚交出来，他这个叛徒居然背叛我们去往了光之国，我们是不会放过他的。托雷基亚，我是不会说的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不好了，赛罗兄弟居然为了保护我被托雷基亚给抓住了，我要想办法救出他才行。小伙伴们，快发出赛罗表情包，一起救出赛罗吧。迪迦兄弟，快跟我一起去救赛罗，他被托雷基亚给抓住了，情况非常危险。奇怪了，贝利亚，你这说的是真的吗？迪迦兄弟，我说的千真万确呀。那好，我现在马上跟你一起去。迪迦兄弟，你快看，我说的就是那里。不好了，赛罗他现在已经昏迷过去了，我们要想办法把他带走。可此时托雷基亚又回来了。这次好不容易抓住了赛罗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，我总认为他的小伙伴们会来救他。算了，我们换个地方吧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打扰了。糟糕了，他们要换地方了。贝利亚，你赶紧回去找人帮忙，要不然我们就找不到赛罗了。那好，迪迦，我马上就回来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呀。泽塔兄弟，大事不好了，你的赛罗师傅被托雷基亚抓去了，而现在他们要换地方，我们要赶紧抢在他们前面救出赛罗呀。好好好，贝利亚，你以为我这么好骗吗？赛罗师傅这么厉害，他怎么可能会被托雷基亚打败？是真的，泽塔兄弟，而且迪迦也过去了，他还在那里帮我们守着赛罗呢。好好好，贝利亚，你越说越离谱，迪迦兄弟就更不可能帮你了，你是光之国出了名的坏蛋，迪迦他要是能相信你，他就是个大笨猪。哎呀，泽塔兄弟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我再去找找别人。诺亚兄弟，你能帮帮我吗？赛罗兄弟有危险了，他为了救我被托雷基亚抓走了，你赶紧跟我一起去救他。贝老黑，你可离我远一点，我估计赛罗就是你骗去的，我劝你跟我说实话，赛罗他到底怎么了？我的天哪，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不相信我？算了，我要快点想别的办法了。奇怪，贝利亚难道说的是真的吗？小赛罗，太好了，现在也只有你能帮我了。你的爸爸现在有危险了，你能相信我跟我一起去救他吗？贝利亚，这是发生什么了？要不你先说说看看。小赛罗是这样的，你的赛罗爸爸为了保护我，如今被托雷基亚抓走，而且还有杰顿他们一起看守着他们，可现在他们要换地方了，我提前叫了迪迦去帮忙，可现在人手依然不够，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，看能不能解救出赛罗。贝利亚，你之前骗了我们很多次，这次我已经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了。小伙伴们，快发出这个表情，让小赛罗相信他吧。算了，贝利亚，我愿意相信你，那我们赶紧出发吧。小赛罗，怎么就你一人来了？迪迦叔叔，你真的在这里？那不是我的赛罗爸爸吗？那现在我们人手依然不够呀。贝利亚，我们现在必须要变身成第二形态才行，可如今只有小赛罗一人传输能量，恐怕我们变身会失败的。哎呀，都怪我，以前做了太多坏事，如今找人帮忙都不愿意相信我，现在想要变身都十分困难。你们不要灰心，还有我们呢。诺亚泽塔，太好了。可恶的托雷基亚，你们快住手。糟糕了，是可怕的邪恶贝利亚和金光迪迦，我们快跑呀。贝利亚，没想到这次是你救的我。赛罗兄弟，我要感谢的其实是你啊，如今依旧愿意相信我，还有小赛罗，你们真是我最好的伙伴。